第一次见王一博队长啊，有点高冷，有点生人勿近的感觉，就有点冷，不怎么敢跟他说话。一博的话，我一开始接触他的时候，就是见到他整个人很冷漠，然后呢我就很害怕这个人。大家就是你跟他越玩越，尤其是在排 battle 的时候，就发现哇，他超级嗨，就他自己要嗨了，自己说哦耶，哦就这么搞，他自己会嗨的。然后慢慢的、慢慢的接触多了以后，他开始就是你会发现他显得很爱笑，就非常非常阳光。天哪，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。接触了之后就发现，其实是个很热心，就是很善于沟通的人，不是像就是镜头讲的那讲一两句话一两个词啊就不说了。李帅，一波王炸队淘汰完毕。我想说李帅，你这个节目参加之后要尽快去看你的膝盖，如果你还想继续坚持跳舞的话，你真的要看你的膝盖，把它当回事，真的。帅哥，哎，膝盖也有伤了，我觉得大体能的去练习，对他的膝盖的伤也不好，对以后的路也不好走。希望能够让他坚持下去，坚持自己的原创，同时保证自己的健康。我要戴上那个帽子呀，那个衣服，就是哇，天，好可爱啊！这个前一秒是个帅哥，这一秒怎么那么可爱？上天哪！你是不是在偷偷看笑话？明知我还没能力反应，でも俺たちもね、最初クールかなと思ったんだけど、俺らを選んだ時にうんってやったから、それでこうなんかすごい人生に近いから、やっぱりイボはすごい力が常にリアルから、それがすごく僕は好きで、